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知道除了邵氏银行提供的广泛服务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大家比较感兴趣，那就是能不能用银行卡来提取现金，以及怎样进行提取呢？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方便用银行卡来进行嘛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来为大家录制一段视频，来告诉大家如何用银行卡来提取现金。我现在呢就在香港，在一个本地的非常普通的银行自助提款机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么待会儿呢，我将相机调整到普通模式，我来手把手告诉大家如何用银行卡提取现金。首先我们插入卡片，然后选择中文，继续交易，输入密码，选择账户，然后提取现金，然后输入金额，领取通知书，拿走卡片，然后就可以拿到现金啦。朋友们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便捷。在这儿呢，我也想再次给大家推荐邵氏银行，它不仅是在线赚外快、增加被动收入的不二之选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增加个人资本最安全、最便利的方式。快来和我们一起加入邵氏银行吧！祝大家好运，再见。